家好，我是一年人班的罗永成，我要分享我在寒假进行的生活。第一个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食物是流沙包，流沙包里面有咸咸的奶油。第二个是我得到的礼物，就是我去恐龙展买到的汽车，这可以装恐龙。第三个就是我去恐龙展拜访的恐龙。第四个就是我做过。